下星期四最后一天，下星期四是大概最后一天，过年前下星期四。来啦，我们来啦，哦，来，阿彪帅哥，过年前最后一天，帅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来，两包阿妈还好，阿妈。来，继续五安。来，两包，来，来后面。对，我们礼拜四还有哈，没问题。今天没有买到的，礼拜四还有哈。哎，真的，十二点半就要到了哦。你俩办事回来，整一点管理来搞啊。早点到哦。后来，两包后来，想让你大细缸的购物啊。两包后来，最后两位了，稍微排。两百块，哎，三 K 啊，三百、三十，我袂记两百块，好啊吼，来，有啊，好吃，来，交钱啦，交钱啦，我找你们，啊，卖贵啦，鳕鱼要好，要几箱？只要鳕鱼的，买整箱的好不好？来，开玩笑的啦，买整箱，随便抢平啊，这样子。螃蟹。蟹脚，我给带壳的那个没有。蟹肉好像也没了哦。对，多少张啊？你说姐姐叫你去的。上面红的也去。被红的也去。你那天回家待很久才会到家，不会啊，我走西滨。冷风跟我看新兵很多人不爱走。之前关了好久不见，来沙发。这里几下紧的，然后我等下去买红请，我今仔穿起来今仔买红，你给啦，你很。你喊我赶快弄这前男友做的对啊？过年前一定爱给钱，但是无当人啊，过年要做办礼，我保养保养当的。啊，要吃海龟鸡排。阿七，你再把鱼蛋给我搬起来。阿七，那个鱼蛋搬起来了，不然鱼蛋，你知道什么是鱼蛋吗？不知道你就完蛋了。来海龟鸡排，叉崩叉米猪肉饺，辉哥，规包甲南瑞卖坏鱼，卖细鱼，较大方的，一包180块。叉叉的。三斤的海龟鸡，搁八毛一包的饭，他们吃，搁便宜，搁好吃。来300块啊！一包搁上，来300，就前面海龟鸡排，无啊，6个6个了。and 六个客人来300块了，喜欢海龟鸡的来赶快来300，就一个人给蛋起来300，哟，恁欢喜啊，搁淡仔烤炉来300块了，这啊，啥物代志？你要回来呀？哎，阿大娘，我卡啊，你大娘呢？后来弟弟来干嘛？因用促销的，你看，以后买物件从叫声到，知道无？叫声，老板，吃咩了啦？啊，来，老板，我从。哎，自我安慰，我警醒，抓快警醒，抓快警醒。还鬼机构吗？来三位。哇，你得了。三个。哎，五个尔晓。三位。妈呢？妈三包，不是30包。王光胜，那他讲安尼，我收钱。一包。一包全部八十，4包给你500，4包给你300。他本差米做老条，为那个人一包的，来300，来，来大哥来，来，哦来，卡嘛哈，来了，哦来，本来我来别家，来那个，来大哥一份，一号都100，来100，来啊小姐一份，来我们这边只有一个，啊100加刚洗的哈。我啊，讲德行做不好的，这希望用不着其他几百，那还我不发得。哎，蛤蟆九个而已哦，有听到吼？啊，要吃蛤蟆啊，一个三料，你等于煮汤。9个客人，100块，100块了，要吃蛤蟆，9个而已哦，9个而已哦。我这边两个。新年快乐哦。3个。来，100块来。来，我这3个。一千的话，其他人什么？1个，我怪你不敢花。5个，9个而已哦。没有。6个，有了哈。好，蛤蟆6个，一个包3粒来。7个。耶。8个。耶。这几个。后面还有蛤蟆。来，蛤蟆最后一个还没买的举手。来，后面帅哥了，9个全包了。来，龟尾，看到要借洗，刚刚都有龟尾。今天你爹都欠费了，因为现在鲑鱼涨大价，我没有骗你，起大价。你那边看到啦，过年过十分，他也不好领款。因为我是主播啦，来，我要吃鲑尾来，等你退兵。USB 吗？什么 B 呀、啊？靠呀！退兵，换兵。
大蒸三毛椒，把伊要卖用秘密无饲啊，用即块骨仔呢。老尾只个，敢若即块航海蒸台、青台、大火锅，两块航海餐厅食看卖，鲑鱼会比鲑鱼搁较贵。来免500，来300块来。鲑鱼尾300块，只有5个客人买得到 哦。你们要吃鲑鱼尾的动作快来，300块来。来，小姐，人家鲑鱼尾啊，歹势，我一箱俩。你忙动作，我等下等下，我看伊加偌济，我甲买。歹势，你买袂着啊。来。一箱俩，你动作我足济箱，通互你买呀。这欠袂欠到，我都袂。来，300块，5个而已哦。三个。只有5个哦。来，鲑鱼尾300块来。还要看哦。来，300了。是的。哦，伊爱食风的呢，阮家无人食风。来炸鱼卵，食你要啥？我讲。鳕鱼。鳕鱼对，鳕鱼来，整箱的好不好？一箱才12公斤而已。大安话你讲哪位啊？500斤。有人我多翻你一下。500斤。500斤。来，鱼卵300块来。500斤是哪？2斤呀。500斤，你吃安怎？你搞讲500斤呐、啊？500汤哦，500汤啊，500汤搞吹出来，我吃啊当肥包买无一个500汤，吹无水搞台，你是要创啊啦？佮唔收钱多安尼吼？该收的时阵唔收啊，唔收的时阵苦苦一等。鱼卵，今天没鱼卵，这个是炸鱼卵金手的，你回去煎还是要煎？别吵啊，这技能表厉害，三打真的是三把交鬼了。啊，这两条搁欠了，这两条搁上，总共6条，300块，4包哦，8条，来300是炸鱼卵，超好吃的炸鱼卵，用煎的一样切片沾沙拉，来300块来，来300块来炸鱼卵，来4包给你8条，来炸鱼卵够吗？够啊，给给来，炸鱼卵300块来，300块来，帮我就给搞空啊。这是真的福气鱼卵下去做的，非常好吃。炸鱼卵，来，小姐要来，来300块来，气炸锅也当然也可以呀、啊、吼，来300块来，炸一个啊，这就抓掉了，来你的，300块来，来炸鱼卵够上不开掉，快点，炸鱼卵还有吗？来7包，来300块来，不变掉，动作快，不变掉，动作快，都买到了哈，来300块来。来300块来，炸鱼卵来，够人无关的无？炸鱼卵300块，都有了哈。干得好，鳕鱼鲜。好，走吧。来蒜鱼，过来鲑鱼。哎，鱿鱼卡切片，你有买的无？无，要吃无？做片，来300块一个。没有了。过来，过来。你搞有啥？太好东西。来鳕鱼前，我跟你讲啊，鳕鱼我真的将近，我立马别完了哈，不要不要，阿娘娘呀，来500块卖买1000啊，我达到一份拢卖1000，我讲你啦，真正买量较济，你买2份买3份，来500块我，来算你，来500，来7点800，来5点500，来7点500你来来，给你900，来500块，来6片给你，赶快鳕鱼。好大只，但是足高，这你蒸起来绝对好吃。来，蒜鱼500块来，紧嘞。来，后边蛤蟆好啊吼，来，我给蛤蟆好了啊。来，鳕鱼500块，叶叶没买到，没有办法，太那个不多啊。好，这两位来，紧嘞，金钱我得。来，蒜鱼500块来，3点4点，来5点6点可以来，来500块蒜鱼。来，赶快啦吼，我跟你看啥位置。来，500块来。来，鳕鱼快卖完了，你们乖点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剩17八箱尔啊！来啦，来鳕鱼500块，来500块啦！鳕鱼，你有呛姐姐的名无啦？有无啦？呛饭吗？来500，来个人无关的鱼啊吗？都买到了哈，那我就下一样了，鲑鱼了哈，来鳕鱼500块了哈，这样没有，金光吧呀，金光。
空吧，来进空吧，来进空。来鲑鱼。你要去想我袂透呀，我无卖透好啊。看恁啊，看恁的表现啊，恁表现我哪会透？鲑鱼啊。炒饭、炒面、煮卤、食火锅，一起啊袂饱，袂饱伊，你家己去买看卖啊。但是我无卖一起啊，你后尾食两起啊，袂二啊二二啊三，来两百块啊，赶快拿钱，不要问了，一起个啥？几个钱？几克啊？买四百、三百，来两百块，几克啊？个克？来五克后哩。恁好啊，听我讲话，我无力啦，袂发气啦。哦，用讲的就好，来三克啊、四克啊、五克啊啦，来两百块好，来两百块，来五克后哩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就这许啦，一马公，好卡，来垫一垫吧，足够。拄落社会哥炒饭炒面来一公吧，来两百块来，无看见打风，各位各位来现款过来，来两百块来，五个两个，来五个啊，俾你四百，俾你两百了。现款过来，来三百块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来来来，好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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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两百过来。来，都拿到了吗？他们好了，他们好了，我拿给你们啊。来，好、哦、来，这样来，我、哦、这样，你给他看我来。阿卡扎来，我阿卡捡几块啊，到嘴里。呀。你说今天来最后一个人给我，两百块来，我收拢没完，来两百块来，来最后一个，来进来。就你定要压轴对吧？生意，你有东西啊？我主要把你先的我。好新年快乐啊，姐啊！哎，阿你拜喜来，我包红包你啊！来，蛤蟆甲分者。今天不当然嘛是无用的代志，靠分。来，蛤蟆上麦来。我要，我不是欠人包瓜，我包你。你还没来？蛤蟆有买的来。来，这几位。来，麻烦你们，蛤蟆正卖掉了，卖掉了。没有买不要拿哦。我拿。你没有买吗？没有买，不要拿蛤蟆。不是不是，买蛤蟆买蛤蟆。哦，那不是送的，这卖掉了。欸、这位美女，来在这里，我还老哎，这是人家钱拿完。哦，你拿走我没有蛤蟆可以陪他了，哎，剩我可以陪他一晚而已。啊，吃亏了。来卖卖一千啊！我头拄仔真正耳口拢发笑，一千，我见小家庭、大家庭拢卖掉五百块，我五百块来归。来四片就七八百块了，来五百块，来这点个客人了，还快五条恁啦，条双管来归。礼拜四，礼拜四再来了，好了，等你们了哈。来五百块归鱼，来不管着，不要等我哈，我先条恁来。来五百块来鲑鱼，来五百块来，没有买到的快点。来鲑鱼五百块来，来鲑鱼，来给我上旁边的鲑鱼，来后面帅哥也要来个帅。来鲑鱼五百块来，呜、哦、帅哥，我带你鬼哈，带我钱啊。哎，我小姐，我秘鲁带你的鬼给你红包。来五百块来，鲑鱼，来五百块来，这边都拿到鲑鱼了吗？还有没有啊？鲑鱼，五百块。这三只都唔好吧？这两只嘛拎刀的，来五百块。五百块都买到了哦，你看好水哦，超漂亮的鲑鱼哦，真漂亮。哦，龙虾来，这样虾饼哦。啊，普沙曼多少箱？我买普沙曼呢？我只买剩五个人去买电话呢。今天炸我烧来，拢无普沙曼啦，一千块啦。有人干几，我就开；无人干几，我就下一样的。来普沙曼。三只的1150啊，特 A 级的补偿，一千块，一只够你，一个人给买，这五只拢变成来一千块，五三万，来这也袂紧的，来一千块完了，来应该是五个而已的哈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来一千块，来五只拢给你，来一千块了，他不来，来一千，一个变来啊，五三万啊，哦这也袂来。真的很漂亮，哎，拍写春节了啊！好呀，哇，春节让店来一千块，然后最后一个客人来一千块，还没买的举起，举头，举脚，好，举得起来都举，来龙王哈，不举哦，好，那就不举，不举手就不举手了，干嘛这样？看到啦，下巴你啦，好饿。来月亮虾饼六个客人，早被借两百块完的。两百块。
哎，这过年很好吃哦，月亮虾饼，来了八块来。不要，来，来，来，你今天你穿的国标店安尼，一直看一遍。老板来了。哎，安怎大个？要咩生意？要千百是吧？是有啊，一千嘛，未歹呢。来两百过来，四百我领。来，没有买到的快点，最后一次月亮虾饼了。来两百过来，贵也卖卡紧的。来月亮虾饼两百过来，来来用煎的，里面有富山姜，非常好吃。两百过来，两包的你要洗啊，给你四包，给你两百过来。来两百块，够了，没变的，卡紧的月亮虾饼。来，这是有加料的哦，有加花枝的月亮虾饼。来两百过来，老板的。来，看给你月亮虾饼冷包过来，来，赶快啦，最后一位啦，来，我朋友过你家，我朋友，我们的公司的朋友，叫啊，那伊拢买买这冷包的，来，一百块钱冷包上过来，好，来，我说啊，你家哦，你用控制点就可以了，这小姐用控制点，用控制点，来来来，来上面讲尾尾鱼下巴呀，就。你叫咩？啊，你讲有人要下班？咩啊？哦，嘿呀！啊，人咧讲这，你咧讲那。啊，人伊甲你比这。比这呀，两个人加两百块来。两百块。谁要赶快？没有了，只有两个哦，还两百了。啊，这边。我有睡觉吗？没有了。六个客人，鲑鱼下班。过年你绝对无这样买，因为拢欠费。那个丁船靠没了，无哦，这边拍价，你用煎的用烤的，不要价开五百块我说，那咱这地行台，我讲开山打地行这地鱼啊个，做好价哦，不是黑尾鱼，尾鱼下巴，但是呢油脂媲美黑尾鱼，来五百块先交钱咩？陈阿姨下巴五百块被交钱，那个蛋清面的，对啊料料的，我买两条的，我那个，来五百块了，可以下巴五百块。那个价嘛，把尾鱼下巴，你啥菜？人家讲尾鱼下巴，几磅诶？尾鱼下巴啦。人家讲那边尾。我下巴咯，我咧砍砍你咧。来，我包人金钱无？你家己整家己行，保证你食到吼会拍薄啊。来，我包过来。有，看见无？有人咧拍薄啊。来，我包过来，保证你食到烫伤。来烫啊！尾鱼下巴，来我包。诶，你已经烫伤上，不要紧啊，麦哥安尼。哎，我哎，人家害着，因为咧抢，一千要刮一本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无人敢敢讲。来，五百块。会吃的赶快拿钱，来五百块交结账钱，来五百块。